逛完清水断崖，来嘉兴喝柠檬汁与吃好吃的中餐。中午人很多，需要排队。吃完中餐，来附近买饼干。往七星潭出发。这边石头多，这边。啊，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！刚才可惜不能带。姐姐，你看这石头超大的。我是说想带石头回去，可是不行，因为国家公园。而且里面小，这个都超重的。姐姐，我叠的。我希望我能叠很高。边边一层一层，对焦吗？姐姐过去，好，新的白色，还有白色，弟弟拿走。
这个扁平的给我，这个你不觉得它很赞吗？下弟弟妹妹，妹妹，那是什么啊？你站站猜猜
包围起来哦。加油！哎，你没有拿石头，好，换你去另外一边，我在这边。那你不会闹？这边没有石头，用拿这边的石头。没有，他一直点。晚上住丽翔酒店，优点是离夜市很近。晚上来台大夜市吃吃喝喝。来，拿给弟弟喝。好，弟弟喝。我要喝。来，妹妹。来。好吃吗？棒！不好吃还一直吃。我要吃。给我。哎，小心。很重哦。哦，阿 V 不错哎。弟弟好吃吗？好吃。阿 V 的。还有一个七十二块，半人这样子。对，阿伯康熙也感染。有啊，都被我剪断了。他刚拔得很辛苦，所以就死宅一传染了。对。来一个。